很好，我觉得很安全，非常好。第一次从这个上空，然后看到我们整个的里面满。太棒了，我还想再坐一次。今年就在全球。我宣布，一航智能驾驶飞行器山东烟台载人首飞开始。整体非常的平稳，而且没有那升降或者起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起伏的状态，很好，我觉得很安全，非常好。第一次从这个上空，然后看到我们整个的里面满了。